九号才能收到钱呢，因为七号是他的时间，我们就已经是八号了，他等于八号才付出了钱。那这是告他可以的还是不可以？一个星期，那不是就是16号了吗？其实这样的话是按他的时间算的话，他的15号咱们肯定能发吗？肯定你能发到港口吗？虽然咱们是即使咱们收到他的钱是9号的话，按他的时间是可以的。嗯。那你告诉他，我们可以发到港口，但是。